Home 就是我的教育理念 ，Helpful, Organized, Persistent, Excellent。我希望培养孩子成为乐于助人、有组织力、坚持不懈以及追求卓越的人。我很喜欢做创新的课程设计。最近这几年呢，我会融入行动载具，从课本出发，结合一些绘本延伸阅读的部分，跨域的议题，以学习者为中心，去改变课堂的风貌。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符合就会有很多热情的老师，然后一起来加入我们，我们就一起共备。所以我觉得在符合是一件很幸福、很愉快的事。我觉得妙明老师是一个温柔而坚定的，只要他能够做到的事情，他都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它。在七年级的时候，我们课本上到珊瑚白化，我就邀请了国文老师、生物老师还有美术老师，我们一起跨域共备，带着孩子阅读珊瑚白化的一些生物的一些现象。成果报告之后，我们还利用暑假带孩子到龙洞湾去浮潜，让孩子身临其境地去看到说现在台湾美丽的珊瑚还有他们逐渐白化的样貌。那这样子学下来，孩子的印象就会更深刻。我希望营造一个温暖正向然后有凝聚力的班级。最近这几年来呢，我也把行动载具融入我的班级经营里面， iPad 一起来编班刊，家长日的时候用 iPad 设计一些活动，让家长呢一起来体验。老师很疼我们，就是好像把我们当成他的小孩。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会结合时事还有课文，跟其他老师一起去设计一个课程。我会为每个孩子量身打造专属他的辅导计划。现在班上有一个孩子，他的电脑资讯能力很好，我就透过 iPad 让他呢来做报告，那他就可以把他聪明的想法让大家看见。希望老师可以继续保持这个教学的热忱。老师这两年带领我们的过程就给我们很大的收获，谢谢老师，也希望老师继续造福下一届的学弟妹。老师教师节快乐。